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是哪国人？你的序号是多少？好，现在开始第一到十题。每题你会听到一个句子，请在第一声后重复这个句子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他学习一直很努力。二，你应该多锻炼身体。三，左边这条路是去商店的。四，很多人喜欢在网上买东西。五，我和他很久没有见面了。六，我决定学习汉语。七，这本书你可以借两周。八，这药非常有用。九，你开车的水平越来越高了。十，他长得和他爸爸很像。好，现在开始准备第十一到十四题，可以在试卷上写提纲，准备时间为十分钟。
准备时间结束，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第十一题结束，现在开始第十二题。第十二题结束，现在开始回答第十三题。
第十三题结束，现在开始回答第十四题。好，考试现在结束，谢谢你。